关线。众请起立，面对面请合掌。小上，问君起礼。
恭请和尚慈悲主法，顶礼和尚三拜，阿弥陀佛，分班对面站。
居空起，娑婆夜浪流，罗Oh.
Yeah.
Oh.
法王立物，悲智弘身，普遍十方，名扬弥格。今蒙斋主，台南极乐寺、墨尔本万佛寺、印尼广化万佛寺、新山阿弥陀佛莲社、千佛禅寺、净莲精舍、福莲庵、百万镇净宗学会、昆州学佛社、嘉颖净宗学会、华藏佛教莲社、班丹英达阿弥陀佛净宗学会、巴达林与沙阿兰净宗学会、巴生净宗学会、嘉颖阿弥陀净宗学会、甲洞净宗学会、佛光净宗学会、芙蓉净宗学会、雪兰尔阿弥陀佛净宗学会、华严净宗学会、莲池净宗学会、普种阿弥陀佛教育协会、四更庄净宗学会、菩提净宗学会、马来西亚净宗学会、华藏净宗学会、新加坡国际多元文化促进会、博育圣贤教育中心、世界各地净宗学会等四众弟子，恭为往生堂上众等神灵，借逢2024年马来西亚护世习斋三十系念法会圆满之期，特请三生登座，依贫教法做三十系念佛事。乃尔神灵招此圣缘，自以严肃威仪来临座下，恭临妙法，一心受度。南无Oh,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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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Thank you.
尘寰，不经天地以生成，其属阴阳而造化，若相如中，专身供养，常住三宝，刹海万灵，极乐导师阿弥陀佛，观音世智，清净海众，学将什么
就是离合万字而一多不色见多何地不色曾经见不色于如是等处的不色即是地万应的无量诸天大总聚而是我们怎能舍彼佛从事其法我是万一佛徒有世界明月极乐极乐有佛阿弥陀经现在说他舍彼佛彼陀和国并为极乐极光中我有种苦难受作的苦命极乐用舍彼佛极乐观其中人生其中罗摩其中旁说皆是十八九赞为老师故名佛名为极乐用舍彼佛极乐观尤其法师般若的水充满其中此地垂金色菩提此地皆得金眼琉璃玻璃文身山有龙一一金眼琉璃玻璃此去此处烦恼而言此皆皆周边而如此和青色金光黄色黄光赤色赤白色白光微妙相接舍利佛极乐观成就如是闻得众缘由舍利佛名佛国藏坐殿月环境为地中月如是一点难脱罗花极度中才一进来可以一个身中罗花供养了十怀疑佛即一时是烦恼本我本是精心舍利佛极乐观成就如是闻得众缘不辞舍利佛名佛藏从中西流藏舍子的为何空缺与不舍教练并且共名字能是处重要中也流足可要一起因缘在无人无力尽不离本八身道如是本八心不众生为此因一切心念因八人生舍利佛如不为此要时时最后说身说因则以后不多无才得到舍利佛即发过善不人道解明论万有世事祖宗了解释阿弥陀佛云林法云寻六变化所作舍利佛弥陀佛为会推动诸宝横竖经化我万作为妙一如本见总月动水居作文字引字自然间因佛因法因三自心舍利佛即发过成就如是功德庄严舍利佛于如意云弥陀佛故阿弥陀舍利佛弥陀佛无量藏学佛国无所障碍是故阿弥陀又舍利佛弥陀说尽其人民无量无边阿僧祇劫不明阿弥陀舍利佛阿弥陀佛成佛离厄于尽世界有舍利佛弥陀有无量无边身份弟子皆阿罗汉名者说此所能持诸菩萨庄严佛如是舍利佛弥陀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有舍利佛极乐国土众生曾则皆是阿弥陀自心中多有一生不出去诸神都必是从所能自知本可以无缘无边阿僧祇说舍利佛众生闻因而发愿愿成彼国所以自得的于如是诸善善人具会一处舍利佛不可以杀生根福的因缘的身体舍利佛若有善能自善与人闻说阿弥陀佛见此念法若一日若有日若三日若十日若五日若六日若七日一心不乱其人因病总是阿弥陀佛于诸前众现在心世人总是心不言道极乐万阿弥陀佛极乐国土舍利佛我见舍利故说此愿若有众生闻此说则因而发愿舍利国土舍利佛如我今赞叹阿弥陀佛不可思议功德自利广化亦有爱处彼国寻彼将发得寻彼国寻彼国国有彼国如是能攀爬下处诸佛各一起观从观藏如将遍过三千大千世界作真实也如来众生当心之赞叹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娑婆应尽舍利佛难观世界有日月轮佛因闻闻佛阿眼见佛寻彼人佛无量尽佛如是能攀爬下处诸佛各一起
七波诸佛藏菩萨遍佛僧遍阿僧舍劫所僧十耶如来众僧当今日僧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获临近舍利佛心般是天有无量诸佛无量相佛无量众佛大观佛大明佛宝相佛净空佛如是本阿罗萨数诸佛各一七波诸佛藏菩萨遍佛僧遍阿僧舍劫所僧十耶如来众僧当今日僧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获临近舍利佛彼方世界有眼见佛最胜因佛难取佛日甚佛光明佛如是等等阿萨数诸佛各一七波诸佛藏菩萨遍佛僧遍阿僧舍劫所僧十耶如来众僧当今日僧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获临近舍利佛下方世界有世子佛彼闻佛名佛阿摩佛法藏佛此法法如是南无阿萨数诸佛各一切诸佛藏菩萨遍佛僧遍阿僧舍劫所僧十耶如来众僧当今日僧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获临近舍利佛上方世界有梵音佛修万佛相上佛相观佛大眼见佛在色法华严见佛娑罗娑婆诃婆诃诃佛见一切依佛如是彼僧如是等阿罗萨数诸佛各一七波诸佛藏菩萨遍佛僧遍阿僧舍劫所僧十耶如来众僧当今日僧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娑婆临近舍利佛于如于云何故名为一切诸佛娑婆临近舍利佛若有三昧者相与人闻是经诵此则即为诸佛名者须诸三昧者相与人皆为一切诸佛此所无念皆能不退者于何如何若三藐三菩提是故舍利佛如能见心受无欲须诸佛说说舍利佛若有人以法语经法语闻法语于身当一诸佛故者须诸人皆能不退者于何如何若三藐三菩提于彼国土若一切若尽若往生是故舍利佛诸三昧者善与人若有心但化缘前彼国土舍利佛如我今曾赞诸佛不可思议功德彼诸佛等也曾赞我不可思议功德而终是也是教化以我两位僧难西游只是被欲说破国土无咒恩劫作见作烦恼作众生作因作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诸众生所示一切世界难现自发舍利佛难知我欲无作恶事心自难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一切世界所示难现自发是为僧难佛说自尽一舍利佛尽作名者一切世界皆能阿耨罗等闻佛说说欢喜心说作一而具佛说阿弥陀经法一切业障根本那身经都堕落依南无阿弥陀佛耶婆达揭罗耶婆夷耶婆阿弥唎陀菩提阿弥唎陀悉檀婆夷阿弥唎陀夷伽蓝帝阿弥唎陀夷伽蓝多揭谛帝揭揭那智婆迦帝萨婆诃南无阿弥陀佛耶婆达揭罗婆夷耶婆阿弥唎陀菩提阿弥唎陀悉檀婆夷阿弥唎陀夷伽蓝帝阿弥唎陀夷伽蓝多揭谛帝揭揭如婆迦帝萨婆诃南无阿弥陀佛耶婆达揭罗耶婆夷耶阿弥唎陀佛夷阿弥唎陀悉檀婆夷阿弥唎陀夷伽蓝帝阿弥唎陀夷伽蓝多揭谛帝揭揭那智婆迦帝
结合心心即佛，醍醐苏洛，闲置汝生。佛佛唯心，拆串平盘，尽从今出。十万亿城，东西不隔。二六十内，凡圣同土。低陀合掌，白玉豪，星明日丽。歌咏赞扬，紫金龙，庭震雷轰。清凉月兮，有水皆寒。功德云而无山不带。相向渡河，一举鸿明超二十。嘉陵出阙，千称嘉号压群英。下情为蠢以难思，一念回光而忆往。究竟不拘心外，分明只在目前。甚如是，即今众等系念弥陀三十佛事，只如不设正修，亲蒙受记一句，如何举扬？风吟簌簌千般月，相近迟迟四色花。啊you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Thank you.
盘玉清，不知弹玉殷王之心迷陀佛，分此众事末，教宗道：生而无生，法性湛然；无生而生，业果焉然。所谓生者，即众生生灭之机也，为无生者，即诸佛即灭之本也。法性湛然者，灵明展极，玄妙珍藏，个个不无，人人本具。只因最初不觉，忽而动心，任妄为真，迷己逐物，由是业往千缠，流转五道，恒随生死以生成，亘古至今而弥坚。当知生自缘生，而法性不与缘俱生；灭自缘灭，而法性不与缘俱灭。所以云法性湛然，是谓生而无生者也。无生而生者，众生迷妄入心，积业成果，虚受轮转，妄见生灭，于法性体上如镜现象，是诸随色。当知净光本净，诸体绝痕，物净互彰，不为色相。彼色相之去来，由业果之焉然也。故诸佛于焉然生灭中为见无生，众生于湛然无生中为见生灭。只因迷悟之有差，遂至限量之不一，实乃生无自性，无生亦无自性。悟则生灭皆无生，迷则无生皆生灭，所以离此别无，是乃一体而一名也。甚如是，则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岂非迷悟之自殊？何有圣凡而彼此？乃至现前众等，以自性阿弥陀与大众舌根普同运转根本法轮，诸人环尾悉摸。生灭无生，生不生，乐邦哪肯尽人行？谁知万丈红尘里，邯郸花开月正明。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各个心中总为净土，了则陀陀见佛，悟来步步西方。上来起见三时系念，净业道场，今当第一时佛事已圆，如上殊勋，投入弥陀大愿海中。 专为往生堂上众等神灵求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弃至今生，一念为真，六根足妄，随情造业，众我为非。深业则杀盗邪淫，口过则妄言绮语，两舌恶口，意恶。 则常起贪嗔，深深痴爱，由之三业，高所妄缘，常汩汩于尘劳，但茫茫于岁月，欲思出离，唯凭忏悔熏修之力，闭眼耳鼻舌，身意之过迁，应念顿消。 使色声香味触法之浮尘，即时清净。又极乐求生，全凭发愿。
仰劳法众异口同音，敬畏神灵，至心忏悔，发愿。前起，万幸。我。Yeah.
是。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往生堂上众等神灵当知，服务净土之为教也，养成阿弥陀佛四十又八大慈大悲深重愿力，摄取十方一切众生，凡具信心者皆得往生，信者信有西方净土，信有阿弥陀佛摄取众生之事，我等众生信有往生之分，然虽为弥陀摄取众生往生，要信唯是随心自现，感应道交，究竟非从外得，如是信者是为真信，信而无行，即不成其信。行者能言经云：多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阿弥陀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执持名号，若一日，若二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
其人临命终时，阿弥陀佛与诸圣众现在其前，世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度。如是行者，是名正行。行而无愿，即不成其行。愿者，要以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相应，是为大愿也。信行愿三，如顶三足，缺一不可。今尔神灵当知现前一念本自圆常，信行愿原是自己本来具有如是性德，今者但是本性光明显发耳。啊